这是失控手机。哎呀，这个总理自制手机重要，真是下功夫封存呀！解开这禁制秘法，足足花了我一个时辰。您先休息，剩下的破解之法交给我。这个止血草还有舒尔果磨的粉给你上药，你应该很快就会好的。这个止血草和舒尔果磨的药粉，我敷到你伤口上，马上就好了，忍一忍。记不记得你刚来这儿的时候是我给你上的这个药？记得，虽然感觉过了很久，可是也就半年。你看这夜晚的星空和那天晚上一样，你还记得你当时站在这儿看着青鸾峰的景象说了什么吗？我说这可真美，留在这里能不问江湖不问生死多好啊。这里风景依旧，可是我们却经历了那么多，都变了。我从来都没有变过，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和你住在青鸾峰，不问江湖不问生死，一直在一起，一直在一起。每个画面都是你，重复着你的声音，那么靠近。这段时间其实我一直在后悔，我不敢睁开眼睛，我不敢。我如果当时把你留下来，留在青鸾峰陪我，那我就永远是你的小演员了，我们就能幸福快乐地度过余生。丽莎，你就是我一生最为挚爱之人。可是